五两一条算小的、啊、就是一斤呢、啊、一斤黄金谁要扎这个哎扎吗、啊、扎两条、啊、让他们给您撕一点表示这孝带子呀啊孝带子您跟他说 啊稍微撕宽着点我给孩子改个小被子什么回来我啊这别浪费你都趁了黄金了你还在乎这个啊浪费嘛哎要是系上这个了啊鞋上边是不是得绷上点了绷什么绷个白面儿这啊这就单说了 啊这鞋咱可不能绷哎不是这来回来去走道满世界全是白点儿你这多难看不是光绷这白面还怎么着还有红后跟儿这还是近人啊这是 啊那可不成怎么了这凭什么我去给扎一红后跟还绷上鞋面这太难看了我们是演员绷不绷要绷呢五条金子而且一只两只是十个绷好我又给我一枪了您跟他说啊不是为钱啊不是为钱绷了啊崩了啊这事儿这要是崩的话我觉得啊袍子是不是也可以穿上点什么袍子就那个白色的那个素素尖尖挺俏皮的小白袍笑袍子呀啊还啊呢这不像话了怎么不像话哪儿啊我们这人家办白事我们穿一笑袍子跟人满世界晃哪儿你可别让我问住了你问啊你们这有时候也跟着唱戏对不对啊，演电视剧对不对？是啊，演电影对不对？演啊！我亲眼得见电影里边好，你们披麻戴孝的呀，有没有啊？您不懂，我怎么不懂了？您这是外行啊！我们演个什么电视剧、电影啊？啊，就包括舞台上啊，我们只要穿一个小袍子啊，我们那叫有彩钱。什么叫彩钱呢？演完出人给个十块八块的，给个红包啊？给个红包叫彩钱，充个喜儿。哦。穿不穿吧要穿呢一饭盒坐沙发上能吃的呢干嘛那俩算文物了知道我们俩喝汤的那个啊一饭盒钻石未必答应你别看着我跟你说这人哪他耿直你俩不愿意啊其实吧人家都穿笑啊咱要穿花花哨哨的到那儿去倒让人笑话给个衣服穿上点就完了你都感动我了是不是您说、啊、要是袍子穿了啊哎个帽子是不是也戴上点戴什么帽子呀那白帽子呀小帽子呀对上面还有这么十多个球我十多个球啊您等我算算好的啊一个球是孙子辈的俩球是重孙子辈的仨球按咱们土话叫耷拉孙儿低拉孙儿他我孙墨子了我这是您拿我当黄天霸那么办了这个一脑子球多精神那不行啊一抖楞多了多孙儿的不行没辈儿了这不成没辈儿了没辈儿了呀、啊、两饭盒其实我觉得啊真的两饭盒哈其实我觉得这都扮上了不戴帽子头齐脚不齐的更难看戴上点是一身你也就是这么一说啊你穿上未必好看这我告诉你我还告诉您啊演员他要有貌相有衣服架子穿上什么让人看着都得漂亮嘿舞台上展示的就是这东西您要这么说我们能不能看您穿上参观一下咱又不是没干过这事儿没东西你现在先不用试、哎、这句话可问到我心腹里边了啊那个秘书快来拿医生帽子来呀快来不是您这还带着随身带着这东西错不了你看漂白的你看了吗啊不、哦、啊还是漂白的呀多好来于老师看看合适不合适啊不是这就倒是挺俏皮的嗯我也就落一俏皮了那是哎这扎根这搁着左边啊这是两条啊对对对对对、嗯、
太好了。嗯，还有您这小帽帽，嗯，您这才俏皮呢，那错不了。嗯，球，球没有，那两饭盒得给、啊。那您放心，一点都不耽误，作笔成样可以。是是是。